汽车上最简单的也是我们最常见的东西是什么呢？相信懂车的人第一眼就会发现，那就是汽车的雨刮器了。汽车雨刮器是所有汽车上都会有的，也是能够保证我们在雨天行车最重要的汽车配件了。不过雨刮器除了清洁挡风玻璃外，还有这样的四个隐藏功能，你知不知道？如果不知道，那车真的就白开了。第一，判断60厘米的安全距离。我们在驾驶学校第一天行车的时候，教练就告诉我们，在道路上行车最主要的就是判断汽车和旁边障碍物的距离了。而我们在判断的时候，一定要找好参照物。当我们汽车的 A 柱夹角与雨刮器旁边的挡风玻璃和标线都能对得上的时候，这就说明距离控制在了60厘米左右，是最安全的距离了。第二，判断左侧车轮的位置。行车在路上，判断车轮位置是特别重要的，尤其是对于一些不能压线的道路来说，判断左侧车轮的方法除了用脚和意念之外，还可以使用左侧雨刮器的凸起来进行判断。左侧雨刮器凸起一般来说就是左侧车轮的位置了，当雨刮器的凸起与左侧道路行驶标线相重合后，就证明我们已经压线了，这时就要千万注意了。第三，判断右侧车轮的距离。雨刮器刚好有两个，左边判断左侧车轮的距离，右边判断右侧车轮的距离，判断方法也是一模一样的。第四，雨刮器在停车时候的使用。其实在倒车的时候，雨刮器上的凸点也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物。以侧方停车为例，当我们需要倒入车库的时候，雨刮器与右侧道路白色标线重合之后，就证明我们的汽车是稳定的停在车位内的，就不用担心汽车会发生刮蹭了。是不是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呢？原来雨刮器有这么多的优点和用途，可见关于汽车这东西，我们一定要多多学习，不能认为拿到驾照自己就是老司机一枚了。